各位媒体朋友以及正在线上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稍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新北幼儿园群聚案基因定序确定为 Delta 变种病毒。那面对 Delta 病毒来势汹汹，新北市也立即提出了相关更严谨的防疫规范以及相关的措施。那稍后市长也会在说明会当中仔细的为各位来解说。今天参与说明会的有新北市长侯友宜、副市长刘和然、卫生局长陈润秋以及教育局长张明。接下来就麻烦市长为我们说明今天新北市最新的疫情状况以及相关规范。新北市的市民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确诊个案是4+3，总共有7人，这7人都是在板桥。这个7人当中有及格的是3个，那另外新增个案是4个。等一下我会逐一跟各位报告这个7个的个案。至于我们的列管数是578人，本日可解隔数是5人。在整个居家的列管数当中，我们特别框列了这7个人当中接触者框了919人，居家隔离框列了409人，那跨县市的通报3个案子。当然大家还是最关心的案例是我们幼儿园群聚的整体事件。今天下午2点钟 CDC 公布新北市幼儿园的群聚确诊个案基因定序出来，确定是 Delta，而且跟机师的家户感染定序是不同的。所以面对 Delta 来袭，新北市在前两天在群聚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视同 Delta 全面备战，因为发现这一次的传播力跟以往完全不一样，所以新北市从第一个时间就全面备战，把它当成第二卡。今天确定了，我要在这里特别跟新北市民以及大家关心新北市疫情发展的国人报告，新北市一定扛起所有的责任，全力备战。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把疫情能够大家同心齐力的把它控制下来。我想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先来谈我们整个幼儿园的确诊个案，包括今天新增4个个案。这里面我们今天新增的7个个案里面有3个居家隔离，3个居家隔离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居家隔离里面9月6号的16143 CT 值30，再传染给他家长，这是居家隔离的，以及9月6号也是一样，这个孩子们传给外婆是居家隔离。至于另外有一个16141，传给他的家里的人，再传给他的妹妹，再传给他的外婆，这也是我们居家隔离的3个个案。这当中有另外新增的3个，这新增的3个都是在我们幼儿园家属染疫同一栋的社区大楼的住户。16158在昨天先验出来，它的 CT 值是 38.5， 到了今天早上又验出了2个 PCR 是 22.5， 16163还有16164的 26.1， 这2个早上验出来。我们在整体的系列里面，目前在幼儿园这个部分今天新增了6个，我们今天报了有7个，其中一个是另外一个个案，是因为到医院急诊看病被验出来，跟这个案例没有关系。
整体的新北市幼儿园的确诊个案的关联里面，今天又增加了一个境外，所以总数目到现在为止，一个境外，22个本土案例。这里面这个境外，就是16160 CD 值 37.8， 非常的高，当然也是前段时间大家非常关心幼儿园的爸爸从境外回来会不会是感染源的可能性。我想面对每一个有可能的感染源，我们都积极的疫调，积极的查证，尤其CD 值比较高的原始的幼儿园的这些幼儿们，我们都会开始做血清抗体的检验。所以当时我们在了解从境外回国的家长会不会跟这感染源有关系，所以我们这几天也做了血清抗体，它是阳性，CD 值也是很高 37.8， 我们也都在积极的做疫调，在厘清当中。我想今天任何一个状况我们都不能排除，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疫调把它做得更清楚，再来做一个研判。所以目前为止新北市幼儿园的确诊个案的关联，一个境外，然后22个在新北市的本土板桥地区确诊，所以我们会积极的把这个案例能够有效的控制下来，我们一起加油。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因为今天特别扩大了整个框列跟裁剪以外，最重要对板桥的社区，就是我刚刚报告的在这一栋大楼的社区里面，在昨天一个，今天早上2个，新增3个，还有原有幼儿园的父母亲，加一加总共有6个。所以我们在昨天新增了一个以后，我们就立即启动机动筛检站进驻，今天又增加了2个，同时我们就研判整个大楼应该受到社区的感染，所以我们立即启动大楼的清空。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借这个机会给社区大楼的市民说一声抱歉，我们在昨天第一个时间因为只有一个个案，我们整个大楼在做机动的整个筛检，到了今天的早上另外2名才出来，所以我们迅速的启动清空，我们一刻都没有停留，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给整个大楼，希望能够做到最好的安全维护。所以我们立即扩大框列，也扩大裁剪。当然在早上扩大框列裁剪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稍许的不便，我想我们大家全力的防疫把它做到好，新北市一定在第一个时间很公开透明的来告诉我们新北市民，然后会快速的跟病毒来竞争时间。从大前天到现在，我们整体总动员一个都不能停歇，我们希望用快速度的能够把疫情的稳定控制下来，这当中给大家也许带来了一些不方便，也请大家多多能够体谅。至于这一栋社区大楼里面同栋的 B 栋的住户将近有400人，我们清空框居家隔离，送集中检疫防疫旅馆，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在今天会陆陆续续的进行。至于 A 栋有505人，目前除了筛检以外，先做自主健康管理，视整个状况我们会随时采取不断的检讨。至于社区目前905人全部的裁剪，到早上为止343人全部都是阴性，除了我刚刚宣布的另外新增的2个个案以外，全部都是阴性。我们会在用最快的速度的时间里面把整栋不管是 A 栋不管是 B 栋的住户全部筛检完毕。
因为德尔塔病毒来势汹汹，我也知道市民朋友非常担忧，所以我们的社区筛检站对新北市来说，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停歇。新北市是全国筛检站试的最多，也是筛检量最高。市长讲过一句话，不怕大家来筛，不怕数据高，只怕大家不愿意出来筛而已。所以我们的社筛站一直都存在，我们的整个筛检最重要是要阻断隐形传播链。光这两天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看到，礼拜一礼拜二我们的筛检量都是4000以上。我想市民朋友如果担心德尔塔的病毒，或是担心有病毒侵袭，各位如果觉得想要去筛检，我们新北市的33处的筛检站都依然存在。而且我昨天特别把医疗验所的所有的主管们找来开会，希望除了筛检站增加医疗量能以外，我们医院也要尽量把医疗量能清空出来，全力配合备战。所以33处的筛检站依然还是为大家继续服务。同时我们的机动筛检队最近已经有3个机动筛检队到各地来做服务，我们会不断的透过设筛来找出我们的传播链，有效的控制疫情。至于因为德尔塔病毒已经到新北市的辖内来了，也侵入到社区里面来了，面对整个新北市的德尔塔病毒来势汹汹，尤其新北市是人口稠密的地方，在防疫这么快速的德尔塔病毒，我们不但要采取更严格的标准来做好防疫，我们也是希望市民们能够做好自我的防护，除了戴口罩以外，社交距离，更重要的有一些公有的地方以及容易传播的地方，我们开始采取更严格的规定，也期待市民朋友能够多体谅多包容。我们希望能够保持低度的活动，也能够配合防疫，把有些比较有具有传播力的场所大家要做一个管控。所以从9月9号到9月15号，我们的餐饮业、美食街、超商、市场、夜市提供餐饮的场所一律外带，禁止内用。我们为什么先以一个礼拜？因为这个对整个经济的冲击蛮大的，我们会全力以赴在这个礼拜能不能把疫情稳定的控制下来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会做好滚动式的检讨。如果疫情能够控制下来当然最好，如果没有，我们会随时来做好滚动式的判断，随着疫情的发展再来做探讨，到底要不要再继续这个管制或是开放，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让餐厅内用这个管制先以一个礼拜。至于我们的公有场馆，包括我们的运动场馆，也是以一个礼拜为期限来做滚动式的检讨。我们市内的运动中心、运动据点、体育馆、学校委外的游泳池，以及室外的棒垒球场、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溜冰场、田径场、游泳池等，我们先以一个礼拜来做好滚动式的检讨。我们先这9月9号到9月15号一样不开放。至于我们的艺文场馆也是一样，一个礼拜我们只提供线上预约、定点取书，而且户外空间容留人数降载，维持社交距离。所以这是我们新北市在强化二级里面除了文化场馆以外，至于我们的风景区人流管制持续降载50%，同时温泉、大众池、露营场所、旅宿业的附属设施，包括健身房、游泳池、儿童游乐室暂不开放。我想市民朋友希望能够对我们的管制能够多以配合。至于为了防范第二条病毒，大家因为开学了，所以对孩子们在校园的安全以及对疫情都非常的关心。为了强化
校园的防疫作为，我们在之前已经立定了很多的作为，其中今天又特别借这个机会再强调一件，为了要阻断传播链，及格的学生在 PCR 没有确认前就读的班级、安心班、补习班就会预防性的停课。有时候当 PCR 在确认到底是我们的 Alpha 或是 Delta， 也许有一定时间，或是在及格的过程当中要等 PCR 确认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都先采取预防性的作为，希望能够预防性的停课，让及格的学生在没有确认之前可以确保全班的学生的安全。至于补习班、幼儿园的防疫专案，我们也密集的来稽查高国中生的 BNT 的疫苗的加速施打，我们都已经准备好，我们希望疫苗能够赶快进来施打。所以对这个部分我们也一样采取扩大的框列隔离裁剪，所以在这里特别跟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因为这一次的 Delta 病毒进来，我们特别要提高警觉以外，我要拜托市民朋友大家并肩作战。新北市一样，在全国瞩目的疫情底下，中央地方一定是同心齐力一起面对疫情，绝对不能稍有松懈。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市长的说明。现在呢，进行到媒体提问的时间。首先，先带电子媒体进行提问。由于刚才市长已经针对板桥社区大楼的确诊案，还有状况，还有强化二级警戒相关指引，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说明，所以现在特别针对几项媒体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首先，第一题也是和社区大楼案相关的问题。板桥某大楼爆发群聚案，那目前累计6人确诊，下午被逼动进行清空。那因为很临时，目前有没有还没有联络得上的，来得及吗？目前当中有没有小朋友，大概有几人？当中的保全还有清洁员是不是也被隔离了？进来社区有没有大型的像是普渡的活动？那之后再针对社区的部分有没有清空的 SOP？ 早上新增的2名案例，他们早上有没有去上班呢？谢谢大家。因为是今天早上才又新增2位的 PCR 阳性的确诊个案，所以早上一出来以后，我们就立即启动社区大楼的清空。当时我相信很多的住户已经都上班了，在这里给大家造成不便，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体谅跟包容，我们大家一起面对防疫。所以当社区大楼启动清空以后，昨天我们的机动筛检队就已经进驻了，我们希望能够用快速的方式把整个大楼，不管是 A 栋跟 B 栋，所有住户能够把它筛检完毕。同时 B 栋因为都是在同一栋的大楼里面发生的确诊个案，所以 B 栋这栋大楼我们特别在今天要清空，就居家隔离，送到集中检疫防疫旅馆。所以特别大家一起努力，希望能够有效控制疫情。谢谢。那同样是这个社区，目前只有隔离一栋，那另一栋的居民只要筛检还是可以照常的来进出，但两栋居民在公共空间可能还是有接触，为什么只需要隔离一栋呢？那 A、B 栋之间容易交叠的公共区域，目前有没有看得出来是哪些地方？我想这一栋大楼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进驻，全部在清空当中。至于 A 栋，我们先选住址健康管理，而且等在整个筛检的过程当中，是筛检的状况很快的会再做进一步的检讨，所以我们目前先把最严重的这一栋先清空，另外一栋框列，然后开始迅速的做好筛检。谢谢。确诊幼童的父亲是返台后确诊的埃及人，那该案跟幼儿园家属住在同一栋社区大楼，今天公布的确诊台大医院女麻醉师也住在这里，那这名护理师是怎么样才被筛出是阳性的，是怎么样才被传染的呢？那请问目前新北市的防疫旅馆的量能够用吗？市长之后会不会采取像陈其迈铁腕封楼的做法呢？目前新北市已经在今天2个 PCR 确诊以后马上就快速的清空。至于我们的防疫旅馆现在是2782个位置，但是
这当中剩下的是1830。为了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扩大框列1470，而且居家隔离911。我要在这里特别谢谢我们中央地方一起齐心齐力，希望不管是集中检疫，我们防疫旅馆，大家一起来面对。因为前段时间，包括机师染疫事件，其实很多的防疫旅馆以及集中检疫中心被大部分的使用，但是我们只要大家同心齐力，都可以把这个问题做解决。接下来和停课相关的问题，新北幼儿园群聚，目前新北总共有多少学校，多少人采取预防性的停课？基因定序如果是 Delta 病毒的话，在中央尚未升三级警戒之前，会采取全区或全市的停课吗？经我们调查，今天有3所学校4199位学生实施预防性停课，学校会利用停课期间将环境彻底清消，观察我们疫情的状况，并进行健康追踪管理，以确保师生的健康。第二个部分，目前我们中央及新北市的停课标准非常明确，教育局会依据疫情对学校的影响，做出最严谨、最快速维护师生健康的决策。以上。接下来是餐厅禁止内用的这个规定，请问定序确定是 Delta 了，那新北餐饮内用即刻起就开始暂停了吗？我们的时间刚刚已经报告过了，我们的时间是从9月9号到9月15号，我们的餐厅的指引这里面特别谈到有关餐厅的这个部分，一律外带，禁止食用，禁止内用，那从9月9号到9月15号。同时我们会做好滚动式的检讨，是疫情的发展，再来看要不要再继续管制或是开放。感谢市长的说明，接下来进行平面媒体提问，有请联合报江婉仪。市长好，想请教一下，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指出，希望新北市邀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进驻，中央跟地方一起联合抗疫，那也请市长侯友宜要多加油，想请问市长的看法。好，我想从去年的疫情开始到今年5月，这个疫情再起，市长的态度都是中央地方一条心，共同面对我们的敌人，只有病毒。我想这个部分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我想中央负责政策的研拟，我们地方是负责第一线的执行，所有的细节跟操作都在地方来实施。我想这个部分经过几次的操作下来，我想中央地方的分工都有一定的规范。不过在这边市长也不断在提醒我们团队，每一次的管制作为一定会干扰到我们民众生活的便利性，也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些管制作为里面，我们都是挑战。那或许有些人说到底辛不辛苦，市长不断的提醒，最辛苦的是我们的民众。所以每一次的管制作为，刚刚特别提到，不管是生活便利性的冲突或是经济的这个冲击，都是会造成民众的这个干扰。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要有几个精神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一定是专业，第二个要科学，还有一个第一线最大的优点就是知道疫情的状况。所以过程中也不断提醒我们，会有很多人提供给我们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给我们当参考。我们第一个要了解所有提出来，虽然意见都不一致，甚至有时候的方式是比较强烈的，可是他们一定是出于善意的。那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善意的意见集合过来以后，再回归到刚刚特别提到的专业科学，还有我们最了解每一次疫情的状况，务实的评估以后，跟我们的全民一起来守住疫情。我想 Delta 最后还是进来了，在新北发生，我们就一起来面对。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所有民众跟我们一起把这一次的疫情能守住。想请教第二题，市府从昨天晚上就知道板桥某社区大楼至少有4例确诊，当时已经是同 Delta 病毒作战，但没有先清空的原因为何？那想追问，在这段期间，住户如果有外出，甚至有访客进来，假使病毒已经传播出去的话，该怎么因应？想请问新北框列一个地方要清空的标准为何？谢谢大家。其实，在第一个时间，我们是幼儿园的家长跟他的这个又确诊，
然后到今天又新增了两个个案，所以当新增了两个个案，我们昨天其实在第一个时间基隆筛检队就进去快筛，那至于今天因为新增了两个个案，所以我们觉得大楼整个就要用快速的清空方式才能够迅速的做好解决，所以其实我们在昨天晚上第一个时间已经都进驻机动筛检队，而且在盘点所有的大楼的住户有多少人。那今天早上一确认就增加两个的时候，我们就马上做好清空。我要在这里特别跟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今天所有的防疫一定是大家同心齐力，面对第二打来势汹汹，就像我一贯的态度一样，我们跟中央的防疫的相关的作为跟指引，我们都同时在做好详细的紧密的沟通跟协调，如何大家一起面对解决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第二塔来势汹汹的这个时刻，任何人有很多的意见跟想法，我们都会细心的接受，因为唯有我们大家团结，让这个疫情能够快速的平息。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最苦的还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他们已经经过了一次的疫情的冲击，又再来一次，其实我们经不起这样一个蹂躏，所以我们没有一定是同心齐力以外，我们一定要好好的24小时不分昼夜，快速的回应整个疫情的变化，所以我们采取的任何作为都会视疫情的变化随时跟中央大家采取密切的合作配合，让我们疫情能够很快速的把它锁住。所以只要基因定序出来，只要这个 PCR 出来，我们会随时就采取整个策略的作为，所以希望市民朋友跟我们大家一起并肩作战，也谢谢市民朋友给我们的支持跟包容，我们大家全力以赴，谢谢。接下来有请自由时报林星汉。好，谢谢。延续刚刚的议题哦，就是现在因为整栋大楼清空，对这些住户的生活经济都造成很大影响，我们是否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帮助他们？我想刚刚特别提到哈，因为我们 B 栋全部已经送到我们的这个防疫旅馆来做这个集中的这个防疫作为哈，所以第一个，在我们所有住户在这个安顿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个防疫旅馆的相关的费用是由我们公费来支出。第二个，在里面如果有相关的因此而衍生的家人需要有一些联系跟作为，我们的区公所跟我们的前进指挥所都已经进到社区大楼待命，我们立即性的会来做相关的这个协助跟处理。那第三个部分是他工作职场上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困难的话，我们的前进指挥所搭配我们的社区的管理委员会，只要有需要我们会主动代为联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还是可以有这个电话联系来做沟通。那第四个，结束过后我们如果这个相关的住户因为这段14天的居家隔离过程中有造成一些冲击，或是工作上有受一些影响，我们的社会局也好，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的区公所在现场是我们的第一线的指挥官，市长也责成区公所相关的问题厘清这个记录下来以后，等到这个居隔结束后，如果有后续相关要协助处理的，市政府一定全力来协助。因为现在市长昨天说现在开始是强化二级，那现在这个幼儿园刚才看起来有扩大到社区的迹象，有没有想说要强化到三级警戒？我们全力以赴先把这一段疫情先锁下来，谢谢。有请中国时报叶德正。市长，现在目前大概400多人入住到那个防疫旅馆里面，那我们现在目前防疫旅馆的量能大概是回到了多少几成？然后集中检疫所之前新北有6家，那现在市长说之前说要加一倍，那目前集中检疫所新增的量能是多少？有没有？那最后一个再追问，就是说现在目前是一个社区入住，那未来如果有更多的社区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负荷？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防疫旅馆呢，哈是还有这个，因为2782，现在入住1830哈，那集中检疫所也都还有空位，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医院，我们也即刻的清空，那做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清空，准备这个专责病房以及专责 ICU， 所以在医疗量能那边呢，到目前为止是够的。那将来呢，也因应
这个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被框居家隔离的状况？那我们除了在防疫旅馆这边啊积极的这个运作以外，我们的集中检疫所也是同时备战。非常感谢市长以及市府团队的说明。新北强化二级警戒，从9月9号到9月15号的期间，餐饮业一律外带，禁止内用。像运动中心、篮球场、游泳池等公有的场馆，目前也暂不开放。那请市民朋友遵守防疫的规定，严格落实防疫措施，我们一同来守住疫情。今天的说明会就到这边结束，同时也要非常感谢今天的手语翻译李俊乐女士。未来更多疫情的最新资讯，我们都会公布在我的新北市粉丝专页还有侯市长的脸书，谢谢。